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治愈系心理解压节目《非常幽默》，你也可以叫我们小默默。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逗你笑。我是雨夜。之前呢，不是妇女节吗？我们单位就特别的热闹，所有的女员工都有一些过节的小福利。这个时候呢，男同志们就不乐意了，纷纷抗议：为什么有妇女节没有男士节呢？其实想想确实是哈，男人们也真的不容易。你们看哈。这孩子呢受到委屈的时候，人们就会说连孩子都欺负；女人受伤害的时候，又会有人说连女人都不放过；老人受伤害的时候，就说连老人都不放过。可是咋就没人说连男人都不放过呢？合着成年男人出点事儿都活该倒霉是吗？不得不说，当男子汉真的是太可怜了。小朋友啊，你还是祈祷不要长大吧。中宝大集合。我就要长大，长大才能不用跳起来击掌。你看，开始长大好吧？年纪小的孩子表演特空翻就是要容易，撞墙一点。爸爸，你这样会失去我的。我都这么高了，跳过自行车应该是小菜一碟吧。一定是这个自行车太高了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平衡车讲究的就是平衡。